Aspetta.朕以为修建千尺楼，实乃大吉大幸之事。诸位爱卿，与朕同饮。谢皇上。皇上。王美人呢？啊，这是朕的美人吗？王美人，撤！撤！撤！母亲！
我母亲呢？母亲，玄德，没事了，正是啊，真是太好了，这天灾人祸的，真是让人揪心呐。怎么样，伤势如何？看样子伤势不重。怎么了？放心吧。刘夫人，刘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刘夫人，出事了！快说，出什么事了？刘老爷让上差押进大牢了，听说是死罪啊！这怎么回事？说的详细些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是老爷的名字啊！名字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快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位胡上差是宫里时常是派下来巡视的一位官员。老爷，老爷，有人来了！老爷，有人来了！恭迎大人，范县县令迎接大人来迟，万望恕罪。下跪何人？东郡范县县令刘洪。大胆！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怎敢和万岁同名？你可知这是灭门九族的大罪？回大人，我父亲为在下起名字的时候，当今万岁还没出生呢。放肆！越说越不成体统了，来人将他拿下，打入死牢，天后发落。大人，容在下解释啊。大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孩子，母亲不要着急，我去请卢老师想办法。对呀，卢太守现在在家挂冠尽孝，听说朝廷已经升他为中郎将了，我想那上差一定会给他面子。我这就去。可是母亲，
不要管我，你快去东郡救你父亲去啊！玄德，你去吧，你母亲有婶子们照顾，不会有事的。那就拜托了。放心去吧。母亲，快去吧，路上小心呐。这路上小心，小心啊！最里面的那个，就是这个。你给我进去。嗯，大人。听闻刘县令乃中山靖王之后，世代蒙恩，怎么会如此大逆不道，欺君罔上呢？莫非是本官冤枉了刘县令吗？刘县令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啊？嗯，要想免罪，是要。啊！哎，下官虽然为官数载，但是两袖清风，别无长物啊！哼！好你个清官，我看你是不知好歹。朝廷已然赐我生杀大权，可以先斩后奏。如若再不认罪，明日午时三刻就是你的死期。时辰已到，你看。这，行行。这，靠。行行。
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什么人如此大胆？九江太守卢植，胡大人，好久不见了。您真是海量啊！来呀，美人儿，过来呀！卢植，卢大人到。上差大人光临碧香，卢某未曾远迎，真是失礼了。卢大人太客气了。听说您叫荣升中郎将了，下官在此先行祝贺了。啊，哪里哪里，上差大人言重了。请请请。不，上差大人请。大人请看。卢大人，您这是？胡大人初次来到，卢某理应有所表示才是。卢大人太客气了，上茶。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啊，卢大人此来莫非与胡某有事相商啊？请。不瞒大人啊，卢某是为刘县令一事而来。下去。